未成年男偶像凌晨出道，下午塌房，亵渎张元英被抓包，两天退团。我承诺，我承诺不负自己的初心梦想，不负自己的初心梦想。打造中国人气男团 TFBOYS 时代少年团的经纪公司时代峰峻，26号宣布第三代登陆少年出道名单。不负粉丝的期盼与支持，坚定团队发展，绝不中途退团，恪守偶像准则，恪守偶像准则，不恋爱，不失联。不是，结果隔天就塌房了。他是女孩，其中一位成员即将满18岁的俞雨涵，疑似爆出对韩国 IVE 成员张元英开黄腔，聊天记录曝光，贴了美美的元英动图，说他像刚被贴满一样，好狗吧骚，让居居硬久一点，马上冲上垃圾，粉丝吵成一团。有的粉丝护航这聊天记录是假的，也有粉丝要求经纪公司说明。没想到28号经纪公司直接宣布俞雨涵退团，内容指出俞雨涵引发争议后面临巨大精神与心理压力，向公司提出退团意愿，公司方最终决定尊重其个人意愿。网友傻眼，凌晨出道，下午塌房，晚上退团，第一次见。祝少年 forever。